我上王者哟，小伙伴们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全新改版的跟我上王者栏目，我还是你们的王者导师小鹿。小伙伴们肯定注意到了，我们的节目场景全新装修，豪华大气，气宇轩昂。很多人说我们的节目只有好看的大腿，但是我们是有实力的好看的大腿。这什么节目组呀，这装修太埋汰我了吧。导演，这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什么东西？我叫小康，导演诚意把我邀请过来做大咖主持好吗？我这款造型难道你看不出来我是主宰的表哥的儿子的姨妈的仔吗？小坑，你这名字的来由不会是因为你坑吧？还大咖？哎，你什么意思？打扁你！打扁你！来，你来呀、啊！我们还是来进入到今天的主题吧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王者组合是叛逆吟游高渐离，还有万物有灵鬼谷子。哟，跑王者呢？放大呀！记得跟上呀，快点呀！什么操作？由我来。怎么了？看我干嘛？小坑被吓跑了吗？谁害怕呀？你继续啊。嘿嘿嘿，更吓人的还在后面呢，一起来看看我们下面的精彩集锦吧。另外，鬼谷子五级铭文推荐：红色梦魇、蓝色轮回、绿色怜悯。这套铭文增加了法术伤害和冷却缩减。可是鬼谷子不是辅助吗？为什么带这么多的攻击铭文啊？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其实大家真的小看了他。鬼谷子看似只有一二技能可以输出，但是基础伤害可是很高的哟。哦，难怪我上次看到有人出一堆肉装，一局打下来输出不是第二就是第三，都没见过辅助输出这么恐怖的。哎，那么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这对实战中的王者组合吧。高渐离出装推荐：痛苦面具、抵抗之靴、弑神之书、辉月、博学者之怒、虚无法杖。很多小伙伴们可能首选出弑神之书，其实高渐离第一件出弑神之术的效果并不是很好，因为铭文也带了吸血，所以还是先出痛苦面具增加前期的输出。辉月的主动技能免疫所有伤害和控制，既不会打断高渐离的大招，又能够让高渐离更安全的输出。这套出装唯一的缺点就是过渡期较长，可是一旦到了后期，搭配鬼谷子的二技能，一进场就是毁天灭地，输出非常可观。鬼谷子出装推荐：救赎之翼或奔狼文章、疾步之靴、极寒风暴、不祥征兆、魔女斗篷。第六件可以选择冰霜法杖、痛苦面具或者贤者的庇护。这套出装是比较稳妥的肉装，根据局势会稍微有点变化。如果敌方爆发高，救赎之翼保护队
友，敌方机动性较强，救出奔狼文章，增加移速，配合高建立 gank 十分不错。最后一件装备逆风出贤者的庇护，增加生存能力，防止被先手。顺风选择输出装冰霜法杖，可以进一步的粘人，痛苦面具可以增加伤害。高渐离属于中后期英雄，前期的伤害较低，鬼谷子的一技能可以减少敌人的双抗，能够增强高渐离的伤害，稍微弥补他前期的伤害不足。高渐离能在小范围内打出爆发性的伤害，而鬼谷子的二技能可以把敌人拉到一起，让高渐离打出足量的输出。一旦鬼谷子拉到三四个人，高渐离再进场就是成吨的伤害。高渐离是短腿英雄，所以对于进场的时机要求比较高，不然敌人很容易察觉而逃跑，躲掉伤害。而鬼谷子大招给予的隐身加速效果极大增强了高渐离的机动性，让他更好的进场打输出。技能组合，鬼谷子开启大招带高渐离进场，鬼谷子开启一二技能减少敌人双抗并控制敌人，高渐离利用加速效果开启大招瞬间切入，在人多的地方释放一二技能加普攻，输出最大化。高渐离虽然是最强 AOE， 但是有着腿短这个致命的缺点，而鬼谷子有着极佳的辅助能力，减敌人双抗，将敌人聚集，大招带队友隐身加速，二者相辅相成，就能打出最佳的配合，来无影去无踪。对呀，腿短又如何，隐身 AOE 打到你服气。好好好好好，本期的跟我上王者就到这里啦，片尾还有我们的英雄小 MV， 记得看了哦。那么大家学操作，跟我上王者，我们下周三不见不散啦，拜拜。这台词明明是我的耶。风行的施舍皎洁能注意，我的王道总是悄无声息，别看定日里我的存在感低，出场短暂一鼓作气，人心先有自白被定息，不炫乐器才是我本体，朝向爆发力偏偏又疲不惧，心脏便当领得太容易，念的下心有难的一次性，眼下都在家里忙不得真的加满意，在天门老天越剧没空调我不去，什么时候不约我才发现是在冬季，不管热闹之心还是要思路清晰。